新趣 i.com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Janice 严艺格。星光传奇总决赛第一名，严艺格格格。在台湾参加星光传奇赛夺冠后，便前往波士顿留学的严艺格，相隔一年以巡回音乐会的方式回归乐坛。早前到香港开唱的他，意外获得偶像陈奕迅及黄百鸣到场支持，让他惊喜不已。他透露，有望与这两位乐坛及影坛大哥合作哦。其实非常非常的惊喜，可是也非常非常的荣幸，很高兴Eason大哥百忙抽空来就是听我的音乐会，而且是从头一直做到尾。看完演唱会之后，他还到后台跟我说了很多就是鼓励我的话，让我加油。那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Eason大哥合作，然后其实公司好像有跟他有提到，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排斥，只是他非常非常的忙，所以是看如果可以抽到空，然后大家的时间可以配合得到的话，我相信之后可能会有这种的可能性啦。然后黄百鸣老师也有吓到，因为他也有大概有说到之后可能可以合作到电影的这个部分啦，所以当然我是没有梦想过可以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非常谢谢他开口就是给我这样的机会这样子。严艺格我回来了音乐会将在5月25号晚上8:30在和清源批发城热烈开唱。